充当稻草人。哎，稻草人这个版本削了吧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不是记得砍了那个治疗吧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上单搬一下，看他搬不搬，不搬的话我们就拦开了。不搬的话，那我就拦开了啊。哦、不搬那只能拦开了，这样的。我、哦、这拦开的话，找到我带宽刃刀了。这一个 W 的奶量太足了，200血。抓不上吧。这个鱼应该要到三了，等它到三可以杀这个。这人给我看傻掉了。也没 EW， 攒个红怒。我这波有红 buff 在的，他没有，可以试一下。而且我们惩戒快好了，这个男枪估计要来下打蟹的，他不来。抓不下好了，这样子。盾给我套一个来，就杀了这个露露好。这男生竟然不控蟹，我以为他要来控蟹了呢。
对面这把远程比较多，我们来个蓝刀，回家出来再从上往下刷就到六了。哎，我这个眼感觉不应该买的，把那药卖了，多一双鞋子啊。这两波奎因都是越塔杀的鳄鱼的，被迫反杀。太想杀了。这个眼留着有用，我们待会儿要去下半区的。好家伙，这刷野突然给我奶了一口。到底搞不下路好了，这下路又压线了，这露露没闪的。来了，高原血统，准备就绪。亮剑吧！没事吧？高兴一波高原血统还没好吗？一个 Q 躲下他的弹道，呀，他一级二持续时间太短了，感觉得近一点再开，太难了。刚才没有这个刷新 R， 要是刷新 R， 感觉可以试一下，可以再杀一个。妈的，他吃果子了。我先溜了，等等，待会有你好果子吃的啊！等我回家出来就把他杀了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我去控这个先锋去了。来跟他打一下，我来了，把他二把他 Q 骗出来就好了。怕再拿下一个二，我死了，先撤一下。你妈的果然来了，我还想再摊一波的，我想这个等这个南墙过了我再去把这个线推了。其实我知道他要来了，为什么我还去刷野了呢？给大家示范一下啊，给你们来波反面教材。
这个时候如果继续摊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啊？上路还有两层皮，我直接放个先锋好了，一个 E 再 Q 两个 E， 有点不连贯，不过应该可以杀。不是，他都没蓝了，我怕他干嘛呢？减速留一下呀， 这天使要能配合我一下就好了。哇，这道能跳大，这塔的话不好猜，这南山过来他跳个大我们就没了，看到没有，跟他猜这个塔我们就拜拜了。我去下，我去下，来准备高原血统，准备就绪啊！有眼吗？还不走？哎，我这羊刀钱不够，这样我想刷个羊刀再走，这中路再卖一下嘛。我来了，我跟鳄鱼包过来了，来来来，减速开一坦纳，他要给我变羊。哇，这个减速好恶心啊，这露露开个大，有二才行。来，团一下这个龙。哇，人这么多，打四个好勇。天使，等一波他 TP 过来，开二可以上。来了，阿尔法突袭。再突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追不上，我跑的有点快。哎，你还反杀我，直接 Q 过去，开 E A W A 直接秒了。这奎因还是没有放过自己啊。他想反杀我，毕竟我们这个1000块钱的能理解。
走了走了。全款羊刀，这边爆发比较高，来个血手，对吧？他们 AP 不多，就不太需要这个智慧默认了。现在送办卡抽500现金啊，加直播打号3小时，大家有兴趣可以送一下啊。一张办卡抽500现金啊，加打号3小时，想上电视的话可以送一下，打完这把可以直接上号的。过来过来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跟我跟我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他肯定去刷野了。他要变鸟了，看到没有？去左。妈的，这追不上他了，这样。打断一下，打断一下。算了，我发育去了。我感觉想追上他，得再来个幽梦这样的。想买个正义龙要追他，怎么两个好像被一个追着打呢？不确定，那边也没眼，没眼他就死，有眼我就死，我赌一波，我赌没有眼。完了，我被这卡塔给分针了，这样子。队友跟不上我，应该等一下的。再点他一下，换了可以，能走吗？走不了。看我这大，这会持续几秒？才7秒。这会送办卡抽500现金啊，加打号3小时啊。想中这500，或者想让我帮忙打号的话，可以送两张办卡参与一下。还有最后5分钟开奖。赶紧把这个血手给他刷出来。我觉得这个魔抗应该还是需要来一丢丢啊。先把这个血手给他买了。就我在想，来智慧末了还是也
头戴的其实都可以，头戴可以解控。虽然我们有个莫甘娜在，但是他的盾不是一直都有的吗？过来给我盾，有天使在啊，那乱杀了。这天使大给我就好了，双天使，天使姐妹花。一个魔法免疫，一个无敌，他要杀我，快点！这是四宝一阵容，这两个天使，一个给我盾，一个给我大，随便砍。还是补个智慧末刃好一点吧。还有最后两分钟开奖，抓紧时间啊！要参与的老板抓紧时间。现在送办卡抽500现金啊，加打号这个3小时啊。打完这把可以直接上号的，这 EZ 拿蓝干嘛呢？不是拿红干嘛呢？中毒。你来踢我，你来踢我，来来来，减速他一下。还真踢我了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远程改造，这扫描没有用，不能被卡视野，现在不被卡这个视野，我应该直接一个阿尔法突袭突死他了。不行，我得跑快一点，跑得太慢了，再整个板甲吧，刚好开大刷新这个板甲的效果，可以的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开奖了，这会送办卡、啊、抽500现金啊，加打号3小时啊，抓紧时间，最后一分钟。想上电视的话，想中这500的话，都可以送2张办卡参与一下啊！还有最后一分钟开奖了，这是你了，怎么跑？你告诉我。这边把龙给偷了，没事，让他们一条龙又怎么样？我这打团要有大的，没大的话威力少一半。盾有吗？我移速比他快，减速一下。
还有最后十秒开奖了，最后十秒，送办卡抽五百，这会儿最后十秒开奖了，大又好了，赶紧十六级三级啊，把这个羊刀刷起来 ，OK。哇，这个反向逃跑。差一个五杀呀。对，私信。诽谤者摧残着我们。其实可以把这个血刃换破百啊。先把板甲买了，如果对面前排很多的话就可以保留两个。有这个板甲怎么跑得过我开个二？这一速六七百，刚好对面物理伤害比较多，来个板甲比较好，加点血量护甲，跑速快一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冲啊！